是怎么样？我这边是 YouTube 的大型出兵现场，是不是啊？嗨，我是阿正，来来来来，整活了，整活了。我跟你说啦，现在网络上真的有太多酸民了，时不时嘞就来我这边出山，出山来出山去的，再来就出事啦。像我吹个鬼灭之刃啊，就有人说是我把大哥吹死啊，吹个晋级的巨人，就有人说莱纳家属打理啊，还有很多人哦在我这边挑选他们的后世配乐曲啦。啊，是怎么样？我这边是 YouTube 的大型出兵现场，是不是啊？要来不进给大家一起来。今天这个出兵企划咧，阿胜我会用我自幼所学十年的功力一次都给他发挥出来，就让你们走个彻底。好，我今天找了几位之前大家都见过的阿星、坤坤，还有一位师傅坤坤。我请他们来帮我伴奏最纯正的北管乐舞点，包各位家属满意。那我们就来回应第一位兵友，他是来自于 YouTube 的吴瑞婷、他在我的红莲华影片下面留言说，我挂掉的时候就要放这首歌。来，今天就给你献上这一首红莲花，老师音乐下，谢谢。同样是来自于 YouTube 的朋友，他叫廷真，他在晋级的巨人下面留言，如果这一首没有在我丧礼上面吹，我是不会出兵的。好的，没问题，为您献上这一首入关的巨人。是来自于哔哩哔哩的兵友藏树脑鱼，他在错位时空底下留言，我下葬的那一天也要这样吹，来，不用等下葬，阴阳两隔，现在就立刻给你安排 ，music。同样是来自于哔哩哔哩的，我们说好的永远呢？他在你的答案下面留言啊，决定了，在我死掉的时候就要放这首 BGM， 还给我干巴爹了。来，你的棺材，请认领，崔瑞。Thank you.
来的。今天的最后一位是来自于 YouTube 的吴梦如，他在天竺鼠车车下面留言，请在我丧礼的时候播放这一首歌。你是真的狠，连天竺鼠车车都不放过。来，这首天竺鼠车车，请收礼。好的，各位家属，今天我们的火就整到这边。你们也知道，吹久了嘴巴会酸，不要忘记按下订阅、喜欢、小铃铛。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我把错位时空都掉了。啊，你可以唱啊。谢谢，第三位。